đi đi em, lưu khao lại nó chạy sắp là chơi.
Yeah.
悉陀耶萨婆诃。则吉来阿悉陀耶萨婆诃。波陀摩揭悉陀耶萨婆诃。那来谨墀婆揭萨婆诃。摩婆利胜揭那耶萨婆诃。南无阿赖耽那多罗耶耶，南无利耶，波罗揭谛娑婆那耶娑婆诃，唵悉殿陀曼陀来跋陀耶娑婆诃，南无阿赖耽那多罗耶耶，南无利耶，波罗揭谛娑婆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唵萨婆来伐耶，苏丹那达谢，那摩悉吉利多，毗蒙欧利耶，波罗揭谛释迦来仁多婆，那摩那来谨墀，悉利摩诃婆多萨。萨婆他哆娑盆阿斯因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伐折哆檀智他阿婆卢悉迦罗帝依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摩悉摩悉利哆耶揭罗揭罗揭摩哆罗哆罗伐奢耶帝摩诃伐奢耶帝哆来哆来帝利尼悉佛那耶遮来遮来摩摩伐摩那摩帝利依悉依悉悉那悉那阿赖僧陀来舍利法舍法僧陀来舍耶阿罗阿罗摩来阿罗阿罗悉娑来娑来悉利悉利娑罗娑罗菩提耶菩提耶波陀耶波陀耶弥帝利耶那来谨墀帝利舍尼那波耶摩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萨婆诃悉陀耶依悉婆那耶萨婆诃那来谨墀萨婆诃摩来那来萨婆诃悉来僧阿摩揭耶萨婆诃萨婆摩诃阿悉陀耶萨婆诃则吉来阿悉陀耶萨婆诃波陀摩揭悉陀耶萨婆诃那来谨墀婆揭那耶萨婆诃摩婆利胜揭那耶萨婆诃南无阿赖耽那多罗耶耶南无阿利耶揭谛娑婆那耶萨婆诃唵悉殿陀曼陀来跋陀耶萨婆诃南无阿赖耽那多罗耶耶南无阿利耶波罗揭谛娑婆那耶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唵萨婆那伐耶苏丹那达谢南无悉吉利多依蒙欧利耶波罗揭谛释迦来仁陀婆南无那来谨墀波陀萨埵萨婆他哆娑盆阿斯因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伐折哆檀智他阿婆卢悉迦罗帝依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摩悉摩悉利哆因揭罗揭罗揭摩哆罗哆罗伐奢耶帝伐奢耶帝哆来哆来帝利尼悉佛那耶遮来遮摩摩伐摩来摩帝利依悉利悉悉奈悉那阿赖僧陀来舍利伐奢伐僧陀来舍耶阿罗阿罗摩那阿罗
나 보예 모나 사보 시도 예 사보 보하 시도 예 사보 시도 이세 보라 예 사보 나라이 징지 사보 모라이 나라이 사보 시라이 성아 모지 예 사보 사보 모하 아시도 예 사보 저지라 아시도 예 사보 모토모제시도 예사보 고제라 예사보 모포리선제라 예사보 남모허라단나도라예 남모리예보로제디서보라 예사보 안시된도반도라바도예 Oh.
佛三拜拜，起，再拜，起，三拜，起，问讯，起。大众礼谢和尚慈悲主法，顶礼和尚三拜，阿弥陀佛。恭送和尚回了，阿弥陀佛。大众向佛一问讯，即Thank you.
问讯，起。礼清和尚问讯，起，请对面站。恭请和尚慈悲传授八关斋戒，顶礼和尚三拜，阿弥陀佛。分班对面站。摩请向上问讯，起，礼佛三拜，拜。起，再拜。起，三拜。问讯，
题。恭请和尚慈悲传授八关斋戒。先来礼佛三拜，拜。起，再拜，起，三拜，起。请常跪。要受八关斋戒的啊，请跟我念。阿遮黎耶存念。汝诸圣阿罗汉，乃至命存，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虚狂语，不饮诸酒，不歌舞昼夜相慢图财，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时我学悟，一日一夜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虚狂语，不饮诸酒，不歌舞昼夜相慢图财，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时，亦如是，此即是我八支学处，是诸圣阿罗汉之所学处。我当随学随做随持，拜，起。阿遮黎耶存念，汝诸圣阿罗汉，乃至命存，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虚狂语，不饮诸酒，
步歌舞奏乐香漫涂柴，不坐高广大床，不飞石石，我学悟一日一夜，不杀生，不脱道，不淫欲，不虚狂语，不饮诸酒，不歌舞昼夜香漫涂柴，不坐高广大床，不飞石石，亦如是，此即是我八支学处。是诸圣阿罗汉之所学处，我当随学随作随持，拜，起，最后，阿遮离耶存念。汝诸圣阿罗汉，乃至命存，不杀生，不脱道，不淫欲，不虚狂语，不饮诸酒，不歌舞昼夜香漫涂柴，不坐高广大床，不飞石石，我学悟一日一夜，不杀生，不脱道，不淫欲，不虚狂语，不饮诸酒，不歌舞昼夜香漫涂柴，不坐高广大床，不飞石石，亦如是，此即是我八支学处。是诸圣阿罗汉之所学处，我当随学随作随持，愿阿遮离耶正知我，一日一夜为净行男众优博舍女众优博夷，皈依三宝，受八学处，善，好，礼佛，拜，起。好，大众请起立。我们啊，来礼佛三拜。大众礼谢和尚慈悲传授八关斋戒，顶礼和尚三拜。
阿弥陀佛。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支香。向上问讯，起，请对面站。向上拜。再拜，起，三拜，起，问讯，起，请对面站。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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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爱回佛菩萨，那么念慈爱回佛菩萨，那么念慈爱回佛菩萨。
是等法起诸众生，闻是因一切悉念佛，念法念生舍利佛，如为此鸟时时最宝所生，所以之何彼佛国土无三恶道舍利佛，即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时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以令法眼现了变化所作舍利佛，彼佛国土为风吹动，即宝罗王处为妙音毗卢，百千众乐同时具足，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生自性舍利佛，即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佛，于如意云何彼佛何故？好阿弥陀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四方光，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有舍利佛，彼佛寿命极其人民，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界有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善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于佛如是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成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住，其出生多非是善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依之恨，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舍利佛，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知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悉能令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尘中，现在其前世人众生，行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佛，我见此理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所者，生彼国土舍利佛，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也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闻而刹数诸佛，各于其国土光藏四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汝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等佛，明文光佛，大愿前佛，须弥等佛，无量清净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土光藏四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言汝等众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种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刚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土光藏四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言汝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北方世界有眼见佛，最胜应佛难举佛，日生佛王明佛，
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场舍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汝等众生当行持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舍利佛，下方世界有四智佛，名闻佛，名广佛，大摩佛法藏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场舍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是言汝等众生当行持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舍利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首王佛，向上佛，向光佛，大眼见佛，杂色宝华严身佛，娑罗诸王佛，得佛见一切依佛，如须弥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场舍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言汝等众生当行持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舍利佛，一路一云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念经舍利。若有善男子善女等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等一切诸佛之所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汝等皆当行舍我语，具诸佛所说舍利佛。若有人以法愿请法语，当法愿于生阿弥陀佛国。是诸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一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佛。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佛。若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生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无作恶事，皆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病作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施一切世间难尽之法。当知我于无作恶事，行持难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持难行之法，是为圣难佛所持经义舍利佛，即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欢喜行受，着力而去佛说阿弥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阿摩阿弥陀婆夜多他伽多夜多帝夜他阿弥尼多婆毗阿弥尼多悉檀婆毗阿弥尼多毗迦兰帝阿弥尼多毗迦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伽多耶多帝耶他阿弥利多婆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伽多耶多帝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
啊。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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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摩阿弥陀佛，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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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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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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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恭请师父慈悲开示。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护法，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佛家常说的一句话，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能带得走的，一定要分秒必争；带不走的呢，我们呢，想尽办法能够婉言放下。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打佛七？主七和尚啊，头一天会提醒我们，来为我们说明我们佛七的用意啊，建立在哪里。所以这桩事情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去思维。我们今天学佛是为了什么？学佛的主要性呢，是帮助我们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不然的话呢，那我们跟一般的学佛啊没什么两样。特别今天我们是佛一啊，再过两天，明天后天要做举办一个三十七年，所以经过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应该会了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现于出家，以出家的身份来弘法。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欢迎十方一切的众生能够发愿求生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啊，我们师父上人常讲，最主要的我们就是要了生死，出三界，因为这个人生真的很苦，而且苦，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无量苦。所以今天分为两堂课啊，每一堂课呢大概十五分钟。今天用什么题目来跟大家分享呢？能够一切随缘，比什么都好，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为什么要随缘？我为什么要放下？世间很多事啊，说实在的，有一些人为什么生活会很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饱，每一天活着很烦恼、忧虑、恐惧、害怕，什么原因呢？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的人生，这个字是什么？放，放下的放，放松啊，放心，放下。因为我们对这个世间很多事啊，太多的放不下，牵挂的太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哦，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一般人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是三年，真正要求生净土的是三年。你看那个净土圣贤录里面，大部分有余都是三年念佛往生。他们是怎么修呢？是不是每一天我一万声、十万声，或者拼命的一天一千拜？这个固然是好，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几乎大部分的就是三年？他们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放下这一个字。我们反复一下子要放下，真的做不到。不要说你们，是我自己本身有时候不知不觉哦，被这些境界又迷惑了。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的念头起来没关系，第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就压下去了。我们就是疏忽这一点，境界一来比任何人更执着、更计较。你说你在修行吗？所以我们今天到这个佛堂里面，一定要万言放下。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把你们的精神、意志集中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上。只要你把你的心放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你都能够成就的。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做给我们示现了，他们怎么放下呢？每一天放，有多少放多少。一点点的放，每一天把心里面的一些烦恼，每一天能够放多少就放多少。所以三年圆满了，他自在，要留就留，要走就走。他们是这样修来的，那我们呢？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你看，执着、计较、种种的，比任何人更严重。很可惜呀、啊，释迦牟尼佛都能够悟出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不能悟出这个道理吗？人生真的很苦的。如果人生不是很苦的话，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为什么四次连续的劝导我们，而且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我们的？那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知道明白这个道理。你看，我们每一天为了这个身体做这个身体的仆隶，你说呢？所以你花很多时间要来照顾这个身体，照顾不好会带来很多麻烦，你说呢？苦不苦？不苦啊，师父，很幸福啊。哦，所以我跟大家在雪梨有一段因缘，这个缘呢、啊，会有一个时间，时间到了，我们各走各路的，但是我们做一个法师，该讲的要讲，该说的要说，不然的话，我们能够聚会一处，啊，非常难得，啊，希望大家好好用功。认真努力的去学习，真的，这个人生太苦了。现在为什么我们感觉不苦？时候会到而已。时候到了，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苦。哦，所以清朝啊，在杭州这一带。有一位老菩萨，你看这位老菩萨呢，他的家庭很富足，哎，儿女孝顺，媳妇又很孝顺，哎，你说这种的人生幸福还不幸福啊？很幸福的。但是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人生无常。为什么无常呢？因为我们有生老病死，每一个人避免不了的，求不得爱别离，每一个人都离不开。为什么会苦？舍不得，所以苦嘛。你能够舍得会苦吗？自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走了。所以我跟大家在雪梨是一段时间啊，那缘到了，我们就一定有障碍。所以这位老菩萨呢，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他在想有没有一法能够永恒得到自在而了生死，脱离苦海。所以他想要修行，很有善根哦，年龄72岁，在杭州，人家75岁就有这个道理，我们几岁啊？可能我们比他更老也有啊，还不错，还抓住在那边，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哪一个是你的？没有是你的，连你的身体都不是你的，何况外面的？你不要每次跟人家说这个是我的。所以啊，他啊想这个道理怎么办，怎么修行，所以啊到这个孝慈庵啊，杭州到现在还在啊，这个孝慈庵。那孝慈庵里面有一位老和尚，那法号是谁呢？是谁啊？叫做道元老和尚。
得到的到原来的缘、哦、去问这位老和尚，我想要脱离苦海，我想要修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八万四千法门，方便简单容易快速，哪一法适合我修行？道元老和尚直接了当啊，就跟他讲，老菩萨，他说呢，欲脱苦海，哦，无过于念佛。念佛不难，难在持久。持久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一心。我们念佛啊，很简单，四句。能不能维持每一天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也可以容易做得到，哪怕是习气重。但是要打到一心，这个有时候有点困难了、啊。念佛的时候三心两意，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脑子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啊，要外面的那个工作还没好。啊，里面的这个还没整齐，啊，家里老公怎么找我们？哎、啊、呀，一大堆出来了，啊，一边念佛，口在念佛，啊、心哦散乱，啊，等一下香灯的这个样，啊，等一下，哦、啊，等一下那个斋主的这个样，啊、反正啊三心两意了，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呢，这个。道元老和尚就跟老和尚讲，跟这个老菩萨讲说，只有这个方法，你要快速简单，但是最主要你能够万缘放下，你将来能够执持名号，老实念佛，你会离苦得乐的，脱离苦海。你说老菩萨听到这一句话开不开心？很开心啊。回到家里，把所有的事物交给他的儿女，交给他的媳妇，通通不敢，通通也不管，通通也不做，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念了多久？一年。一年过后，又来找到这个道元老和尚，来问老和尚：“我该放的放的，你叫我放下，什么也不管了，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交给儿女，但是我的心为什么不能达到一心呢？我也继续念阿弥陀佛，每一天不断的念佛拜佛念佛，但是为什么达不到一心呢？一心不乱这个境界我们一般做不到，说实话很难，但是念佛功夫成遍可以，我们每个人有这个机会。所以这位老和尚啊，就告诉，哎，这位老菩萨，哎，你虽然事物已经放下了，啊、哦，但是呢，有一件事你没有放下。哎，这个道元老和尚有神通，哦，所以有时候去见那些老和尚有修行的哦，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毛病在哪里。所以有时候以前哦。去见老和尚的时候眼睛不敢看他哦，你明白吗？哎，不敢看他，我也知道，哎，你这个人有毛病。所以你要看一个人哦，看他的眼睛，这个人眼睛是怎么样的哦，这个烦恼习气重的人从他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呢，他就跟他讲，你什么都放下，但是有一件事你还没放下。哪件事呢？你对儿女的牵挂，对儿女的牵挂，对儿女的牵挂，你没有放下，你是不是这个样？哎，老菩萨承认，啊，师父虽然啊是啊已经放，但是对这种的家亲眷属儿女的感情，我到现在好难。如果你放不下的话呢，你就很难了啦。所以你真的想要欲脱离苦，没有别的路，你要放下，然后来支持这句名号，
你才能够成就啊，你才能够达到一心啊。但是这个老菩萨有善根，听道元老和尚的话，我们很多信徒哦，法师师父跟他讲什么哦，他都不听的，自作聪明。哎呀，师父好难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找借口了？那没办法，没想到这个老菩萨落实在这个生活，一心一意，真的百不管了。所以在杭州这一带，他的这个名字啊，叫做百不管的老太婆、老菩萨呢，很有名气。所以啊，真的他放下了。一年过后，又来找到这个道元老和尚。来找这个道元老和尚做什么呢？就是跟道元老和尚道谢，而且告诉老和尚啊，说再过几天呢，阿弥陀佛要来接应我了。我现在啊，跟老和尚说一声谢谢，因为你的慈悲的教导，我现在啊，真的我已经要到西方净土了。哦，哎，真的呢，数日后，真的三天后，他真的已经走了。意至十字，坐则往生西方净土。寿命75岁，3年。所以口啊说放下许愿，但是有时候也真的很难做得到。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放，对世间的牵挂留念，我们一定要好好放下。除非你还搞六道轮回啊，如果你这一生真的想要亲近阿弥陀佛，了生死像这位老菩萨啊，为了要脱离苦海，他下定决心，因为他明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还会有能力来到这个世间来看谁，来照顾谁。你们不是对这个世间有一种感情吗？你不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吗？你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随时随地都能够到这个世间看看你的生生世世的父母，看你的家亲眷属，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在佛说阿弥陀经，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过10万亿佛土，意思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随时随地都能够回到这里来看到雪梨净宗协会的同修，看到你的家亲朋友种种的。所以修行关键就在行门，行门的意思，你能不能放得下，那个才是关键。但是这个放下的关键是在心啊，不在事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哦。所以这个陈登聚老居士啊告诉我们啊，净土法门妙在哪里？妙在哪里呢？不理世间法，他不理世间法，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修，但是心里面很清楚我的方向，我的目标。所以你看那个我们师父上人老和尚，他不是讲了一个故事吗？就是在六合园，香港六合园里面有养了一只猫，这一只猫呢只认人，只认房子不认人。老和尚啊猜啊，这只猫啊一定是这个以前这个房子的主人放不下舍不得，所以锁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出生作为一只猫。因为他老和尚住的这个房子呢已经属于第5代的，
所以你要小心哦。你锁住这个房子，将来你会生在什么蚂蚁啊、蟑螂啊。哎，真的啊，你要小心，房子也不是你的啊。哦，你看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你房子要想要天空就天空，你不想住房子就不见了，根本都没有，很清净的。你看这个房子很麻烦，一执着在那边，那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以后你的前途不是蚂蚁就是蟑螂。哦，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希望大家，我们这个佛衣非常难得，哦，能够万言放下，把你的精神啊，你的意志啊，集中在这一句啊，然后呢，搞清楚我自己要做什么。今天你舍不得，你也要放；你放不下，你也要放。为什么？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间，所以这个世间你对他的留念，你就是在六道里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人天的时间短，三恶道的时间很长。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人堕三途五千劫，这个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今天能够遇到净土，明白事实的真相，那你要好好珍惜。你看《金刚经》有一句话，释迦牟尼佛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他对事实的真相了解透彻的明白，才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下面呢，大家都会念呢、啊，你们做得到？没有啊、哦，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事实的真相，你走到哪里，你活得很快乐，你活得很自在。人家怎么批评，怎么样骂你，怎么样侮辱，怎么样来回报，或者人家看到你，或者你看到不喜欢的、你讨厌的人，你就是过得很幸福的，过得很自在。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因为我心里面只有想要了生死、出三界，我不是要跟他永远在一起的，我要找到一个解脱之路，谁也挡不了，只有自己的业障挡了自己的路。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好好认真努力用功啊，希望大家在这个佛衣当中，我们一起啊，把我们的精神集中啊，这个意志啊，集中在这一句阿弥陀佛。我相信啊，今天以八关斋戒加上我们念佛，你的心啊会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下面呢、啊、再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第四支香啊。今天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念佛。悉方极
Amit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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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tabha,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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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喜愿生喜
请放腿。